亲人的离去你会难过，隔壁村的死活关我屁事，不好意思，关我屁事啊。对对对对，你看你们还会笑，就是什么听不到遥远的哭声啊，对不对？而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叫人机己机，人逆己逆，我说这个人了不起哦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不在周遭而已。好，猫的叫声跟婴儿是很像的，它是很触及心灵的，它挑动的都是人间最本能的反应啊！看到一只猫被烧死，我好难过，光想就不敢想象啊！那至于这幅画，啥？八大山人，没听过，人名还山名啊？烧了怎么样呢？不是八个人吗？另外七个再画一幅吗？他没感觉，不是因为他冷血，他听不到遥远的哭声。